我也是，你破坏姻缘红线，君帝将会把你点下凡间亲自修复，参圣大圣。你到底谁呀？我不记得了。以后你就在我家打工赔钱，搬东西、劈柴、生火、打水、打杂，只要能用到你的地方，你都得来。上西那个。 未解姻缘乱象，特派红鸾台御史彻查。一别十年，他一定很想我。爹爹，圣上派了红鸾台御史来岳阳城。来就来呗，横竖呢都是完蛋。从今日起，我就坐镇第一美，由低眉的事儿交给我好了。以后，你就是我亲兄弟。 一颗珍珠换一颗糖，你这账算的不合适吧？那以后我为你抚琴，你在旁边喝茶，你愿意？陶醉，陶醉了。我来接你回家。不用马车，我来送你。现在没了。小雅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。萤火虫和花瓣，哪个更浪漫？ 楚公子和喜大人都对小姐有意思。既然如此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啊！呀！你们俩自己玩吧。